爱妃惨白的面容让老刘头内心有些发怵，但面对尸体身上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老刘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随即不由分说将价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将珠宝全部取走后，他轻轻捧起爱妃的脸颊。过不久，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出现在爱妃的嘴里。北京石景山挖出两千年前西汉古墓，墓室内不仅出土了豪华的陪葬品，还挖出了象征皇权地位的黄肠题凑。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？但令专家震惊的是，专家打开墓主人的棺椁时，竟发现墓室中空空如也，而墓室内发现其他陪葬品都没有象征男性地位的器物，墓葬中却发现了具有女性为代表的陪葬品。难道说墓主人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后？那作为女性，最让专家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何死后千年会被人从棺椁中拖拽出？ 抛弃，甚至死后还被人砍掉了双脚。要知道，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皇后是没有双脚的。难道说是死后被人偷偷砍去了双脚吗？砍走双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难道皇家的墓葬也有人敢盗？不过专家在对古墓挖掘的时候，确实发现了一些古人遗留下来的盗洞。那古墓到底是谁？那就要从一伙盗墓贼说起。 一九九九年的一天，北京石景山地区，一伙盗墓贼不知怎么从哪里发现，一座土坡下竟是一座古墓。为了能够挖开古墓，这伙盗墓贼整整在附近挖了大半个月，而且挖出来的泥土也堆成了小山，被附近的居民反映到派出所，这才被考古队引起注意。经过民警蹲守，这伙盗墓贼全部落网。为了保护好文物，专家决定对古墓展开抢救性开挖。 令专家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居然是一座超级豪华大墓。首先来说，单单墓口就有二十四点五米，墓道更是惊人的二十六米长。要知道，在古代，这是什么人才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大墓？这也预示着墓主人身份显赫，一定是当时的权贵。当古墓刚刚开启，专家就发现了一件让人惊讶的宝贝——一件在地下保存两千多年的漆案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 这就是一件普通的板材，只不过是用黑漆涂抹过。但在专家鉴定后得出，这件宝贝可是由天然漆树漆涂抹而成，板材也是罕见。曾经古人就用制作一个酒杯的外圈，就要花费一百人的力量，而制作一块屏风则需要一万人。所以这件漆案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，所以在当时给专家带来了不小的鼓舞。大家都说汉代十木九空。 而这次刚刚进入墓道，就发现了罕见的漆案。那么，古墓还能出土什么珍贵的陪葬品呢？正当专家既兴奋又紧张的时候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传了过来：就在不远处，发现了一具失去双脚的女尸骨架。 爱妃惨白的面容让老刘头内心有些发怵，但面对尸体身上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老刘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随即不由分说将价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将珠宝全部取走后，他轻轻捧起爱妃的脸颊。过不久，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出现在爱妃的嘴里。北京石景山挖出两千年前西汉古墓，墓室内不仅出土了豪华的陪葬品，还挖出了象征皇权地位的皇肠提凑。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？但令专家震惊的是，专家打开墓主人的棺椁时，竟发现墓室中空空如也，而墓室内发现其他陪葬品都没有象征男性地位的器物，墓葬中却发现了具有女性为代表的陪葬品。难道说墓主人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后？那作为女性，最让专家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何死后千年会被人从棺椁中拖拽出？ 抛弃，甚至死后还被人砍掉了双脚。要知道，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皇后是没有双脚的。难道说是死后被人偷偷砍掉了双脚吗？砍走双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这具尸骨摆放十分诡异，就像是生前遭受过酷刑，而且他躺着的姿势还是面部朝下，脑壳上明显有一块被人砸开的痕迹。 而这座西汉高贵古墓出现残缺尸骨，显然很蹊跷。专家最初认为是盗墓贼分赃不均，将同伙给杀害在墓道中。正当大家怀疑的时候，专家那边已经传来消息：尸骨经过鉴定是一位女性。而古墓中虽然没有出土大量的黄金饰品，但女性日常用品还是完整保留下来了。这就完全可以得出，墓主人就是这位失去双脚的皇妃。 女尸骨骼检测结果可以得出，女子在死亡时只有三十来岁，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。但专家却给出了两份不同版本的报告，一份是说明女子是汉族人，一份报告显示女子是白种人。这让专家对这座千年古墓中的神秘妇人产生了极大的争议。 爱妃惨白的面容让老刘头内心有些发怵，但面对尸体身上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老刘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随即不由分说将价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将珠宝全部取走后，他轻轻捧起爱妃的脸颊。过不久，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出现在爱妃的嘴里。北京石景山挖出两千年前西汉古墓，墓室内不仅出土了豪华的陪葬品，还挖出了象征皇权地位的皇长提凑。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？但令专家震惊的是，专家打开墓主人的棺椁时，竟发现墓室中空空如也，而墓室内发现其他陪葬品都没有象征男性地位的器物，墓葬中却发现了具有女性为代表的陪葬品。难道说墓主人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后？那作为女性，最让专家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何死后千年会被人从棺椁中拖拽出？ 抛弃，甚至死后还被人砍掉了双脚。要知道，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皇后是没有双脚的。难道说是死后被人偷偷砍去了双脚吗？砍走双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了弄清楚墓主人身份，专家特意将妇人尸骨送到科学研究所，请当时研究人体 DNA 的专家进行分析，用科学的方式来辨别妇人的年代和种族问题。 经过科学家的再三分析，得出该妇人复原后的三维图。从面容来看，这完全符合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女性特点：高高的鼻梁，宽宽的嘴唇。虽可以还原女尸面容，但经过两千多年风霜腐蚀和盗墓贼的动扰，完全找不到墓志铭，所以当考古结束后也没得到答案。但从古墓形式来看，这肯定是一座皇室家族墓。 而北京在西汉晚期，只有当时的刘顺或刘皇。刘顺从小就不听管教，长大后更是交代多淫，正值风华年少就病逝，享年三十九岁。所以专家都觉得这具两千年前的女尸体就是刘顺的王后。